是的，没错。现在歌手大 Q 转身变成和声大 Q， 然后我在后台遇到一个巨星。我等一下，我大家好，我不是阿力。那什么啦？要光在这，光在这，光在这，光在这。跟我的粉丝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各位佩子的粉丝。佩你掉头，这是我的 IG。各位秉洛的朋友，秉洛喜欢秉洛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佩慈。耶！我们终于相遇了，然后这个傻家伙，我刚刚穿的超好看的时候，你没有出现，没办法呀。我刚刚是歌手，现在是和声呢。都是会唱歌的人。好好推荐我。哦，拜托我们这个，不要 low 掉，不要 low 掉。我不会，会写会唱，努力，他没有，我要认真的还是？要认真，认真。他没有一刻懈怠，真的，他头脑装的就是除了音乐没有别的，然后就是每次跟他聊天，我都觉得我汗颜，就是身为一个歌手，就是应该要像他这样，时刻刻怎么样？时时刻刻怎么样？努力。他真的每一次再遇到他，我都觉得他又成长，然后又更不一样，又更成熟，身心灵魂体都是。然后上次去那个西门河岸留言听他唱歌，我就是差点被他唱哭，这是我真心话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曾佩慈，还有我一定要支持我们哦，耶、yeah!等等，佩慈就要表演了，大家要记得帮他尖叫。花脸皮真的很棒。我原本很担心今天台风会不会对。让大家独家先看一下，抢先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有玄，我的裙子有玄机的。是中间是洞吗？的人才看得到。好好好，等一下看直播好不好？直播有，然后电视台有播，三立电视台的样子 ，NTV 台好像也有播。大家要记得看好不好，然后给佩慈耶、yeah, 然后给我多一点的鼓励好吗？ Love you。 你的时候比较多人一定啊，通常是这样。哦，